那什么黄味，翘嘴。嗯。啊，率先上第一条。这个挺好吃的，搞过去。呀，盘一个高科技上货，高科技。老板。这有个还行吗？这有个还？下面。呀，你什么鱼？这鱼的。好了。什么鱼？小草鱼。小。青鱼吧。啊。青鱼。螺丝鱼。看。螺丝鱼。是不是青鱼？对。青鱼。小青鱼。你是一个青鱼。昨天晚上我们三个到夜钓了一会儿，结果收获不咋样，就钓了两条鱼。早上一早他们两个说还想去试一下，一早就去了，我就没去，我在家把牛喂一下。干活，自己扫。应该是汗，只要一动，全身的汗。一天两套衣服，早上干完活一套，下午干完活一套。这天也热，将近40度。早上一般就吃草不拌料，到下午才给它拌料。早上这个豆渣出不来啊，一般就是下午。这天也热，这牛哥的食量啊也没以前那么高了。啊，你的表嘛，你特别一点，天天跑上来，哎呀，喂完了。但现在就没啥事了，到下午喂一次就可以了。闲的时间就是天天钓鱼，最近温度太高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去，好热。你看这汗水，擦不消啊，这个人。哎，最近少出门不钓鱼，要钓的话就傍晚去钓，中途太热了，有点中暑。也不知道老二的螃蟹钓到没钓到。我们下一盘牛仔应该还要过的时间就应该要降深了。你看这小黄的肚子好大，脑子不好。还有双胞胎，这牛棚的牛都配上了，还有两头这个怀二胎的还没配，其他的都配了。还有这头牛，这个牛很瘦啊，本来打算放弃的，它有病啊，一直调理不好，一直都是这样。当初差点把它卖掉了，后来没卖，现在还好啊，长大了一点了。以前很小，又小一次，这个也瘦，以前这个下巴这里啊，还有骨膜炎，很大。这样都消掉了，慢慢的也在打好，但是还是很瘦啊，这个牛，一头废弃的牛哈，让它，怎么调理都是这样，也吃了不少药。我知道我在说你啊，你在舔我啊，不好找肉给你宰了，我腿一斧头，我真的。哎呀，实在太热了，回去换个衣服，今天当机啊，去街上转转。哎，有没有什么好菜？买点火车回家，大姐给我做了。